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收睇我嘅频道啦吓。如果大家之前有收睇过我一条片嘅话咧，我就喺三乡系访问过一位我嘅观众，咁啊阿梁生啦。咁啊，嗰一条片嘅亮点咧，就系阿梁生咧系喺三乡可以收到香港嘅所有嘅数码广播嘅电视台，咁啊。呢、这個就係嗰條片嘅最大嘅一個亮點啦。咁繼而咧，亦都好多觀眾咧係即係有呢一方面嘅一個疑問。咁啊，因為三鄉咧係比較靠近香港啦。咁而我咧係住喺東區嘅中山嘅東區嘅。咁究竟喺中山嘅東區可唔可以收到香港嘅數碼地面廣播嘅一啲數碼電視台咧？咁我今日咧就即係測試一下，咁我就買咗條魚骨天線嘅。咁喺其實每一個內地嘅屋苑，佢都會有一個大廈天線啦。咁啊，究竟係插呢個大廈天線，又可以收到一啲乜嘢嘅免費台咧嚇？咁我今日咧就可以做一個測試，咁啊滿足各位觀眾嘅一個即係呢一方面嘅一個疑問啦嚇。咁就首先咧嚇，其實我買咗條魚骨天線噶啦，咁咧就我亦都買咗一條短嘅天線。咁呢一條天線咧，我就首先插咗喺呢一個我呢個小區嘅嗰個大廈天線先嚇。咁跟住我再接駁電視。其實我而家呢個電視咧就裝咗掛牆啦。如果大家咧第日可以裝一個活動架啦嚇，因為掛牆嘅話咧，其實呢個 fix 咗嘅一個緊嘅架咧，電視掛牆架咧，你有時咧插啲線咧就會比較麻煩少少嘅，即係好似我而家咁樣，咁啊要摸啦嚇。OK， 咁我咧就插好咗嗰個大廈天線啦。跟住我再試一試手台先。咁咧，我而家咧手台呢一度咧，我就全部都係只係用呢個數碼廣播嘅啫。咁啊，以前嘅嗰個模擬廣播嗰個電波咧，我就冇去選擇嘅嚇。咁所以。而家咧就首先測試究竟大廈天線接駁咗喺部電視嗰度，跟住係可以接收到幾多個內地一個免費電視台咧嚇。咁啊，我而家咧就做一個測試，咁啊令到大家各位觀眾咧即係知道究竟喺內地，如果唔申請嗰個有線電視嘅情況下，你就咁插嗰個大廈天線有乜嘢台可以睇到咧嚇？咁啊，呢一條片咧可以幫到大家嘅。好，好快就已經搜完啦。OK， 等我開曬個頻道出嚟先。咁就1、2、3、4、5、6、7、8、9、10、11、12，有12個台啊。咁咧就全部都係 CCTV 啦，呢個 CGTN 睇下係咩台先。呢個我都唔知係咩台啦。咁啊，全部都係 CCTV 啊。咁啊，收嘅台咧就唔係太多嘅啫。咁但係咧就唔一定個個小區都係咁樣嘅，有機會咧係我呢個。大廈天線咧，嗰個信號可能會即係會弱少少，又或者我呢條天線個線材咧唔係咁靚，而令到嗰個信號咧都會弱少少，亦都會有啲咁樣嘅影響嘅嚇。好，跟住我咧就插翻一個魚骨天線，咁個魚骨天線咧我就擺咗喺露台出邊嘅。
咁我而家咧就掹咗嗰個我小區嗰個大廈天線啦。咁我嗰個魚骨天線咧，我就駁咗喺出邊啦。咁呢度咧就係我個屋企嘅陽台啦。咁我咧就擺咗條魚骨天線，就喺我陽台嘅出面啦。咁我而家都係求其擺放住先嘅啫。因為都係做個測試。咁至於咧條線咧，我就係喺呢個窗嘅落地玻璃窗嘅一個位罅位，咁啊攝咗條天線出嚟嘅。咁啊都係好求其嘅啫。咁然之後咧，我哋再去做嗰個測試。OK， 咁啊，好啦，咁我咧就再次去手台啊。其實咧，各位觀眾，如果係要想收睇香港嘅一啲台咧，喺譬如喺中山啦嚇，咁啊唔係話每一個收費嘅有線電視都可以收到香港嘅台嘅，咁啊只係一間公司就係、是、叫做廣電啦嚇，咁啊廣電嗰邊咧，你俾一個月費好似39蚊，跟住咧就可以收到香港嘅嗰個無線嘅台啦。即係香港嘅翡翠台啦，咁但係嗰個台咧，佢就會有一啲廣告，即係本地一啲廣告嘅一個插播嘅嚇，咁你就變咗唔係話，譬如你睇新聞啦，一啲敏感嘅一啲題材啦，佢都會有一啲廣告係即係插播一啲廣告，係令到有一啲敏感嘅題材咧，係喺內地係睇唔到嘅嚇，咁就。如果即係喺內地，你嗰個天線係夠強嘅話，同香港嗰個地理位置係比較接近嘅話，咁就靠魚骨天線就可以收得到咯。咁而家就手跟台啦嚇。根據我自己嘅一個資料搜集啦，咁喺周邊其實有一啲電視安裝嘅一啲工程公司啦，咁我都問過，佢哋以前係可以收到香港嘅台嘅。咁但係就局限於咧就係話你嗰個屋苑個小區咧，嗰條魚骨天線就要擺上去天台，咁天台咧就掕一條天線過嚟你自己屋企，呢一啲情況先至可以收到香港嘅一啲台嘅。咁其實我而家咧我之前我都試過噶啦，出邊條魚骨天線咧。其實係收唔到香港嘅台嘅，咁我之前已經試咗噶啦，咁啊轉頭再展示俾大家睇下，我究竟係收到幾多台啦嚇。咁啊講翻，即係我即係問過嘅一啲工程公司，佢幫一啲客户去做過，就係話喺天台擺條魚骨天線，收香港嘅電視。咁但係就都唔係話所有嘅魚骨天線都可以做得到嘅，就係要條天線接收力咧係特別強嘅。即係其實咧，佢展示俾我睇嘅嗰啲魚骨天線咧，就係非常非常之長嘅，差唔多有成2米長嘅，2米長嘅天線，佢先至可以做到嗰一個效果。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喺珠海或者喺三鄉比較接近香港嘅情況下咧，咁啊好大機會係可以收到香港嘅台嘅，包括南朗啊嗰啲地方都係啦。咁究竟而家咧，我用咗魚骨天線擺咗喺出面嗰個露台嘅位置，咁究竟可以接收到幾多個台咧？嗱，咁個信號咧都會強咗啲嘅嚇，佢會收多10多10零個台啦嚇。而家收到呢個珠江台啦，呢個珠江呢個睇下先，呢個廣東衛視啦。
仲有第三呢、這個係南方衛視啊。誒、這個都係廣東衛，誒、這個廣東公共啊。第農村，咁啊，跟住其他啲咧就都係啊 CCTV 啦。廣東國際啦，廣東新聞啦，嗱咁都有一個好好嘅頻道嘅，因為呢個咧就係啊廣東體育啊，咁啊如果中意睇誒即係足球嘅話，咁啊其實佢呢度咧就有好多嘅香港正常要俾錢先睇得到嘅一啲賽事啊，咁呢度都可以睇得到啦。廣東體育咧呢、這個就係、是、咁啊，可能嗰個信號咧嗱而家都唔係好強嘅，咁同埋咧就誒、都冇一個係啊高清台嘅嚇，咁誒、因為咧之前咧我訪問啊呢、這個。三鄉的阿梁生的時候呢，其實他那裡呢是收齊了香港的一些電視台之餘呢，他也都收到內地的一些高清台的。那我自己呢也都買過一個即係電視的放大器啦。咁其實個用途加咗之後咧，其實嗰個效果都基本上係冇嘅。咁可能個電視放大器嘅問題啦嚇。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咧，因為我住喺市中心啦，咁啊好多高樓大廈啦，亦都會令到嗰個信號咧係弱咗嘅。咁所以咧收到嘅台咧。如果大家即係香港人想搬上內地住嘅話咧，其實你裝一條魚骨天線咁就收到大致上係咁樣嘅台啦。咁啊有冇必要去申請嗰個收費電視，或者你就咁睇呢啲台已經可以滿足到嘅話咧，咁啊相信呢條片可以幫到各位觀眾嚇。咁啊今次。我都好耐都冇喺屋企呢度去即係拍攝啦，咁啊而家就即係揾呢一個題材去即係做一個拍攝，同埋咧我遲啲咧亦都會有另外一條視頻係喺屋企拍攝嘅，咁啊大家即係拭目以待啦嚇，而家未係一個適合嘅時候，咁所以就遲啲大家留意我頻道，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咁啊，訂閱我頻道咧，就可以睇到好多中山嘅一啲資訊啦，同埋啊，全中山嘅一啲所有而家賣緊嘅一啲樓盤項目嚇。咁啊，多謝各位觀眾嘅收睇，拜拜。我自己掏錢，我也沒用放上來，這不是錢不錢的事，咱這是。